12日，方安娜在微博晒出与杨幂合照，并称两年生日快乐，我的蜜艾特杨幂。去年说好的全脸自拍，说话算话，谢谢山峰大哥和猫姐的帮忙，我得好好想想明年拍点啥呢。照片中方安娜与杨幂、秦岚三人怀抱玩偶，素颜出镜亲密合照，关系十分要好。杨幂身穿宽松格纹衫，依旧是时髦新人，和闺蜜小聚的她面对镜头微笑，还配合的开心比耶，看上去心情很好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